挑战一下抬额头好不好？我懂了，这边就是要给我看的嘛，来我看看。哦，你怎么不穿内裤啊？哎，酒都麻的哦。哦，你要走了，你裙子都没穿好，你就要走了。拜拜，我吃饱了。你吃饱了？啊，我还没吃啊。你怎么饭菜都吃光了？太夸张了吧？你猪头是不是啊？我的饭呢？为什么不想吃黑道啊？为什么挑食啊？哥过来哦，我限你三秒吃下去。帮你吃啊！越来越大胆了，我跟你讲，还敢顶嘴啊？啊？不要是不是？那吃盘子，不要就给我吃盘子。不然，我们捡到石头还敢讨价还价是不是？要不是看你可爱，我就把头塞在马桶里面。我跟你讲，看我这个前一集射飞镖技术好不好？嘿，哦，赶工石头布。嘿，哎，有没有？你输了，给我吃哦。你给我吃哦。等一下，帮你加点料啊。哦，泡一泡，把那个胸部上面的汗水给它沾上去。会比较香甜的，好不好？就比较不会有奇怪的味道。这个腋下的味道也是非常完美的。最好是那种夏天之后，有没有流完汗，哎，沾一下这个腋下，好吃极了。来，请吃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我调配的味道。哎，你敢吐？你他妈的也敢吐哈？老公帮你调配的东西，你给我吐出来。剪刀石头布，嘿嘿，怎么样？谁理你？嘴巴打开，你给我打开。好辣！过来，听话，吃啊！好不好吃？好难吃哦！好难吃哦！跟你的脸一样难看。欸，靠杯啊！为什么他耳朵里面会有耳屎啊？太恶了吧！啊，这黑黑是怎么回事？还抠不掉欸，怎么抠不掉啊？啊，没关系，我帮你舔一舔。剪刀石头布，来吃盘子喽！来。啊，好吃吗，宝贝？来吧，吃我的黑豆吧！嘴巴打开，再打开一点。呵，哦，这样吃饭就对了嘛！我在吃饭的时候啊，配着这个内裤特别好吃，好不好？特别美味。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直接丢到他嘴巴里面啊！来，我们试试看哦。哎，啊，吃哦！有中吗？掉了啦，掉了啦！来，嘴巴打开。啊啊。吃完了，那，啊，你洗碗啊？把碗拿去洗呀，啊！你在干嘛，啊？还等什么？哎，欸，你干嘛？干什么？想色诱我叫我洗碗是不是？我不吃这套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不吃这套。再玩点不一样的吧。玩什么？玩捏捏啊？好啊。那我们来挑战一下弹额头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，耶！来，嘴巴过来。哦，哎，欸，靠背啊，没亲到啊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欸，又输了！不要动哦。好，不要动。哦，我靠杯啊！你是用拳头揍我是不是啊？太夸张了吧！剪刀石头布。啊，靠杯输了，快跑！不要动哦。来弹我，笨蛋，弹我啊！还在弹什么？弹空气是不是啊？剪刀石头布。哎，欸，你输了，来亲我的屁股。耶，yeah, ，舒服舒服，香吗，宝贝？还要再玩吗？啊，当然不要了，白痴啊，走了啦。回家了啦，什么脸啊？怎么这么可爱啊？老公，你有没有看到我那封信？什么信啊？信封的。哪里？有这次同学会的地址。在哪里？什么信？在哪里？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哎呦，哎，他穿这样好可爱哦。放在书柜那。哦，好俏皮的感觉哦。来来。应该是被书挡住了，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。你也帮我找找。我不要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不要。你求我，我也不要。嘿，下层有没有？我找找看。啊，是好泳池不去吗？嘿，啊，不要捣蛋啦！不要捣蛋啊！我偏要，嘿嘿嘿，捣蛋哦！坏掉了。嘿，哎，欸，可恶啊！毛小孩再次，嘿，嘿嘿嘿，打到打到了，好痛哦！好痛哦！真的吗？我帮你呼呼啊！哦。我懂了，这边就是要给我看的嘛，来我看看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这次认真好不好？红色信封是不是？哪里有红色信封啊？还是我把每本书都拿出来，应该会比较快吧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快没时间了啦。哦，我知道啦，你不要吵啦。哪里有红色信封啊？没有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它不会藏在那个最高的地方吧？那边我知道怎么拿啊。啊，哎，
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怎么不穿内裤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酒都没得哦。哦，还给我穿丁字裤啊？没有啊，没有红色信封啊。你不要在那边色诱我啦，靠背哦。走开，走开。哎，这个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找到，我找到了。耶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耶，抱抱，抱抱。这么认真的帮我找到了，那要以身相许了吗？那我先走喽。你要走了？你裙子都没穿好，你就要走了？拜拜。你那裙子是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你把你裤子穿好啊！嗯，乖，抱一个，抱一个啊！耶、哦 yeah ，对，乖乖乖，最爱你了，好不好？好好玩，知道吗？晚上要记得等我哦。我一定等你啊，多晚都等你。拜拜，拜拜。再见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款游戏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拜拜。谢谢你这两天的陪伴啦，再见。我觉得他最后这一段真的做得很好，给人一种感伤的感觉，好像真的要跟他道别了一样。尤其是他跑过来要讨抱抱那一刻，哇，整个青春的回忆涌现，好像回到了当初初恋那种酸酸甜甜的感动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款游戏就玩到。